新北市消防局102年度的感谢函总数为448件，其中新店分队就占了147件，而救活率也高达了 13.51%， 是全新北的第一名，而民众的满意度更是达到了 100%。 专责救护队的队员们都表示，他们都是以将心比心的态度来服务大众，每一封的感谢函都是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成为他们服务群众的最大动力。一封封感谢函摆满了一桌子，全都是民众为了感谢新店消防分队专责救护队将他们或家人从鬼门关救了回来所寄来的感谢函。根据统计，新北市消防局102年度收到的感谢函共有448件，其中新店分队就占了147件，占全局的 32.8%， 是全新北之冠。而每一封感谢函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我妈妈她倒在厕所里，然后口吐白沫，然后我觉得她没有呼吸了。然后我家的住址是我确定有记录到了，挂电话之后，我就因为我家比较巷子，所以我有跑到马路口去等救护车进来这样子。我觉得学习 PR 这种东西呀，不要等到你需要的时候才要来学习。妈妈也成功的康复出院，那这位家属非常感动的是，他对急救这块变得非常有兴趣，然后帮着我们就是出来做 CPR 的见证这样子，然后跟全民宣导说这个 CPR这项技术是有多么的重要。为了让急救的速度更快，让新进的同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进入状况，专责救护队自制许多教学样板。护理师范美玲认为，这群救护队的队员们不管是在技术还是态度上，都一直不断地在要求自我提升，因此才能够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用心。不是只有技术上面的精进，而是在于态度上面的一个进步。因为技术是基本，可是你要服务，就是要用心去服务民众，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嘛。那我们一直处于就是视病如亲的那种同理心的那种方式去跟民众相处，所以我们的感谢函啊，从只有几十件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件这样子。对于经常遇到生死徘徊的专责救护队队员来说，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也更能够珍惜身边的人事物。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每天都在接触。那看过这么多大事之后，其实对于人生中很多的小事，就其实不太用去计较。那也对于家人的照顾也会再多加注意一点。新店消防分队专责救护队表示，即使工作繁重，但每每收到民众的鼓励，就成了他们救护的最大动力。未来仍旧会坚持岗位，守护着每一位民众。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